大家好，我是胡夫骑射，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今天的话呢，花一点时间来给大家做这一款No.57盔甲小队的影狼。它是一款呢机械兽，但是呢机械狼啊，它是可以变成一台摩托车，那可以跟先前他们自家推出的这个鬼火做一个联动。其实连配色啊都是一样的啊，很明显看得出来是特别去设计过的。 那我们呢，除了搭乘在载具上面之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呢，做一个战力上的一个对比，是非常合适的啊。然后呢，它的一个组装过程呢，大约以我这种手残的话呢，大约是1个小时可以把它拼完啊。然后各位应该可以留意到，它的一个尺寸大小可以说是之前的一个人偶了，几乎是2倍大。 然后这一次有个好处就是它终于呢没有很多的替换部件了所有的配件呢安置上去之后的话呢，就可以一体变形，不需要再做其他的拔插。那至于上面的这些水口啊这些，这是我个人的因素啊，我对模型组装的话，只能算是非常外行啊，能够把它拼起来，我觉得已经阿弥陀佛了。然后它的一个轮子的后方呢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脚架，脚架的话呢是有一个延展性的，可以轻松的把它给拿下来。 那它的一个火炮啊什么在前方变形的时候不需要做一个取下，轮胎的滚动性呢也算是非常的不错，各位可以感觉出来它的滚动性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也算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我们先从它的一个后面的尾巴开始好了啊，尾部的变形这个地方揪住这个透明部件，把它往外面给拉出来，它的一个尾部呢就会 跑出来了，然后呢，把这个后轮塞到内部去。接下来的话呢，这个后肢的话比较简单，顺势的把它给放下来，到这，两边都是一样放下来。然后呢，这里有一块红色的部件，红色部件呢跟本体中间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卡扣啊，你必须把它稍微往外掰一点点，利用塑胶的韧性呢把它给往下滑下去啊。这里也是一样的，往下面戳下去。 这个呢，并不会造成玩具的损坏哦，非常的安全啊。然后呢，就可以顺势的呢，把这个脚的话呢，放到一个更低的位置。我们要的呢，就是把这个红色的部件，它现在可能斜这个角度，我们把它推到正下方去。然后呢，再利用这个，它等于是有一块双动关节啊，这里有一个连接点，然后根部这里有一个连接点，然后呢，这个狼的后肢啊，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然后前肢的话呢， 也不复杂啊，先把这个头的话呢给抬高起来，然后头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往前面戳过去。那么这一块呢部件呢比较紧啊，有时候呢会导致这个头部的球形关节会去脱落，这个呢也是在所难免的啊，各位就不用太觉得奇怪了啊。从这个地方啊，就这一块部件啊比较紧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把两个这个把手呢收到内部去，然后顺势的话呢继续的往前面推一点点，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一块部件 翻折起来，哦，不对，我们先把这个两只手啊，从下面啊，这个设计我觉得不错。一个拼装的一个玩具来说的话呢，能够拼到这一块，我觉得有点意思，有点意思。然后我们把这一块部件啊，稍微往外推一点点，从这个地方分出来，分出来，哎，可以分出来了啊。但是它有时候还是会脱落，因为它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各位可以看到这里转过来。然后呢，就是把这个把手呢塞到内部去，这是待会我们要做的。 把它给塞进去，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一个前轮给塞到内部去啊。那这里应该是先塞前轮，再来拼凑这个地方。总而言之呢，这一块部件呢，就是要把这两个这个把手的话呢，给做一个遮盖，作为一个狼的一个下巴。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注意了啊，这里一样是，这里红色这个部件，把它往前面转过去，然后你可以看到前面有个洞，在这里。 有个洞在这里，我们红色的部件，你看这里有一个凸，要转180度到前面去，然后一样利用一点点塑胶的韧性，强行的通过它把它给扣进去。这里也是一样，强行通过它把它给扣进去。在组装的过程中呢，这个地方的说明书呢，其实有特别跟我们说啊，就是扣进去的时候要注意到会利用到塑胶的韧性啊。然后就把这个手的话呢往前面放下来，然后呢这个地方 肘部啊，讲狼的肘也可以了，要翻折180度，这样转下来，直接有一个外摆内收在这里，然后呢，把这个给放下来，我变错了，应该是这样子，这一块护甲要朝前面，然后呢是转这个前肢到这里，好了，然后呢，这个前轮的话呢，就可以尽量的再把它往内推一点点，以及呢，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原本在这个前轮的这个火炮。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它刚好呢是达到了这个狼的一个腹部啊。那腹部的话呢，从这个地方一样是可以做一个火力的一个支援。然后这一块部件应该是到这，把它给扣上去。 OK， 这个碰掉也是很在所难免的，然后简单的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四肢。那因为都是基本上吧，你能够想象能动的位置呢，它差不多也都可以动了。头部啊，然后嘴巴也是可以张开的啊，张开，然后脖子左右转，上下也可以推一下。如果你要推这个关节，但是比较容易去掉落，有点留意一下。外摆内收也是有的，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形关节。 足部、掌部也是一个球形关节，四个脚掌都是一样，因此它的一个可动是非常好的。你要把它身体压得很低，头抬高也是没有问题，或者是呢把它呢就是立起来，然后后半部让它后半部坐下来，啊也是可以的啊。总而言之呢，可动也算得上是相当的不赖。那如果说你喜欢这种自己拼装这个过程的话呢，这款组装的过程应该还是成就感会比较高的。 那我们呢再对比一下它先前的这个人形的一个1:24的一个比例啊，看得出来啊，这一款的话呢算是比较大型的一个，他们公司来讲这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拼装玩具。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呢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分享啊，算是一个可以变形成狼可以变形成摩托车的一个自己拼装的一个玩具。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